发其华，秋收其实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十年来，中国同各方合作伙伴一道，弘扬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。我们开展了数千个务实合作项目，收获了实打实、沉甸甸的成果。共同绘就连接世界、美美与共的壮阔画卷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追求的是发展，崇尚的是共赢，传递的是希望。纵观人类发展史，唯有自强不息、不懈奋斗，才能收获累累果实。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走过了第一个蓬勃十年，正值风华正茂，物当昂扬奋进，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。